就是我们最后一首歌，对。好，然后就是我刚刚要想要讲什么，但是太好笑，太早，所以就是去买那些东西。对，就是我们东西其实都做得蛮好看的。然后那个我们下礼拜会去 Wake Up 表演，可以讲吗？因为是7月18号，礼拜六，对。Yeah. 要再讲下去吗？可以吗？哦，可以吗？那个我们是6点，对，六点，对，在，好了，就是在那个有那个烟，在有烟，就是那个烟囱啦，这应该不算有讲吧，就是烟囱那边，对。嗨，大家好，最后一首歌我们就遇到共鸣，最后一首歌是乱拳。